孩子是。能打电话说的，为什么要发信息呢？他不是有病吗？攒够10000块钱，攒够10000块钱就出发了。嘿嘿，有个急活，漩涡帮偷了一辆马洛里安的货车，就藏在他们其中的一个窝点里。你去附带的地址那里，把车的分离芯片弄到手。换句话说，就是电池黑。更多情报在附件里，自己看吧。又他妈过热，怎么又过热？又过热，为什么老是一体过热，一体过热，一着火就自己烧自己。
妈，这关是怎么拿？火车上怎么舒服？为什么一直过一体过热一体过热呢？因为钢枪。笨贼一颗龙。芯片的事卸了，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交易完成。哦，我的芯片给入侵了。哦，靠！现在多少钱？我现在有10000块钱。我感觉可以去做那个任务，可以做主线了。走吧，可以去做主线去了，感觉。看看能不能早把狙啊，感觉狙好多。赛博精神病，我的客户有危险，你得把他救出来。你要是能去，我感激不尽。具体看附近。我想买几把新家伙。不能怎样？再续点弹药。好啊。那你绝逼来对地方了。没狙啊。Oye, despacio. 可以了，我感觉做任务去吧。我们先把那个任务给做。那个还有两个支线，两个主线任务，这个迫不单行就行。
王杰老友。这个位置全打过，把主线任务做。没狙啊，买不到狙。哎呀！妈的，你亏我开车！他妈的，你亏我开车！我准备直接干掉你！12分2000块。啊，你说开车去吧，游戏嘛。又来了，人头口音。过了一段时间，哼，这地方可真够僻静的。对，很适合用来秘密碰头。你说的那个朋友来了吗？小田吗？他应该马上就到。小田，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他是谁了吧？他是花子小姐的保镖。黄板花子，坐海湾里那艘航母来的那个，黄板三郎的女儿。是的。要是他相信你，那下次就可以见大小姐了。嗯，或者被他卖的底裤都没有。小跟班不会把我们卖了。他不会的，他这个人很看重荣誉。没错，荒坂上上下下全都是这个。那就叫他华子吧。真正的荣誉和你们那种江湖义气不是一回事。开车，啊？好找他，他平时很注意伪装。大分子。大小姐的跟班是男的。不打就是他们那个小毛贼，他是我的证人。 我自己有嘴，谢谢。那你说吧，D
听说你知道很多内情。我怕你听了会不高兴，你要先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你是安全的，我保证。你可以相信小天 B。 说了跟没说似的。干 B 大厦当晚我就在现场，开始就是寻常的家庭吵架，然后赖玄火了，冲向三郎，掐住他的脖子。够了，你别再说了，这种话只会让你自寻死路。真正是事实，必须要让华子小姐知道。我只关心如何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保护她的安全。她有危险吗？现在没有，可在悼念黄板大人的祭典上呢，肯定会有。黄板大人被杀的证人给你带来了，你居然还在操心什么祭典，蠢货。没错，但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没错，但我不像你忘记了自己为主人尽忠的誓言。你会为这些话后悔的。我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来见你。两个日本人他妈的对喷，为什么要用普通话？我没对不起，问一下你还要说多久呢？我没把他割下来送给赖轩大人，就已经算是在帮你的忙了。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把个牙了！我会帮忙，我会把你的脑袋交给赖玄丹。那算你今天走运。应该用让华子自己决定。不是，小田，我们并没有逼你做很多事，只不过见上一面而已。应该让华子判断我们说的是真是假，你不能替他决定。你到底帮不帮？我不帮，但我会让你们安全的离开这座城市。如果以后再让我碰见你们，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一定要小心我的朋友，毕竟我们都远离家乡。真他妈的晦气，有一个黄板的傻逼还不够吗？好吧，至少我们努力了。的确是努力了，而且还有点收获。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小天刚才说祭典过后他们就回东京。你不明白吗？这次祭典也许就是我们的机会，要是能想办法接近华子小姐，就必须先把侦查工作做好。我们需要一张精确的日本界地图。等等，现在轮到你去找人了，有中间人能帮我们吗？我刚好认识个中间人，冈田和歌子，他在扭扭街开了家弹珠店。我们一定要去见见这个女人。行，得加钱。你要不要一起？我还是自己过去吧，谢了。我们在那里碰头，我这里还有别的事要办。还有别的事要办？你要办什么事情？我得要割了好久的拉闸，我要去找他。啊，我要先找回祸不单行的那个女的，然后再回来帮你们做这个任务。压弯漂移，看好了这个弯，牛逼不？
过大桥啊，这是。哎，感觉以我现在的装备，应该就可以打得过那群，帮他报仇打那个什么纳什那个兵。长不长眼，会不会开车？这之后应该会出那个新的模式补丁打上去，应该就可以联机做任务。线上应该之后会补上，这么大的单机不可能不做线上，不然怎么捞钱？徒弟，我来了，旁边换了个造型。你先上车了，你来了，太好了。亲一个，我们进去吗？你找条路进去，我在后面扫描子网，看看能不能在哪里找到这片厂区的设计图。等我有发现了就去找你，目前先用电话联系吧。好，好吧，那进去。让我看，没时间偷偷摸摸了。哎，捡捡包，捡捡垃圾，拿回个子弹，子弹钱也行吧，好吧。还点子弹钱不过分。可以下去，能看到我的位置吗？能，我马上过去，等着我。我到了，我们现在得到地下二层去。我打赌他就关在那里，出事了。没事，我们可以往李家 RTA 哦。他妈是傻叉吗？大师。Thank you.
该是维修室。这边有新发现吗？电梯现在可以用了，这样过去应该更容易些。你这家伙下去。那是 Evelyn， 你别去碰她。如果她正在录像，你会弄乱她的大脑。我先切断连接。拿好了，准备拔的时候。你个逼怎么在这儿？这边要和你同时切断连接。那好啊，我们动手吧。哇。太惨了。OK， 来吧，准备好，一、二，动手！谢天谢地，小艾 ，Evelyn， 能听到吗？谁过你们？嘿 ，Evelyn。我需要你告诉我是谁雇的你。干什么逼？多等一会儿你会死吗？先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而且要快。走哪边？我把门封上了，他启动了电梯。那走电梯。是紫色的枪啊，我这把枪没有比我现在这把枪屌的了吧。这个枪紫色枪好屌，老他妈猛。行不行啊？真有那么难吗？求你了，为了我就抽一根吧。好吧，好吧，满足你这一次，抽吧，往死里抽。啊，总算闻不着这座城市冒出来的恶臭了。别告诉我你没感觉到。那又怎样？我们进不进去？进啊！为什么要等？费了那么大劲儿，凭什么杵在门口不进去？叫什么？啊！操！
睡着了，至少我觉得是睡了，眼睛闭着，身子也不再打颤了。要不是可怜他，我早就亲手把他杀了。赶紧把他杀了吧，求你了。你生他的气了？为什么？让我进去啊。之前你让我刷他的行为芯片，那时候我真的是气炸了。Judy，我真的没有别的。我知道，没事了。可我还是不明白。你很快就明白了，我这就给你看我发现的超梦。好吧。OK， 放给我看。稍等一下，我调一下参数。看来总算能弄清楚咱们的信友是不是真的没戏唱了。快点 ，V。你请坐吧。我先投一个承认，这看上去不太妙。哟，你瞧瞧你。厅长艾弗林，我真的需要你帮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不赶快找到办法，我就死定了。哎，感觉怎么样？需要什么吗？我不是来抱怨的，就聊聊天。完了，完全死掉了。行，那开始吧。数据损坏还挺严重的，应该没办法编辑了。哼，还好你第一时间就把它们拿出来了。我先要加载一下。质量不怎么样，但我已经尽全力了。你需要我找什么？能看到的所有科技设备，多慢，也不是一个。你需要我找，如果你想，可以四处转转。啊，这个我好像认识。是什么 ？Viv 标记。你认识这些符号？具体的含义我也说不出来，但我听说过有人用这个。谁啊？有可能是巫毒帮，但这只是猜想，不能百分百确定。你说那个阴森森的黑客组织，他们藏得很深，很难找，我一点头绪也没有。看不到他的脸。能看到的所有科技设备，这种级别的加密是很好的。我们需要那间屋子的整体。但这次不一样，其他内容我们都能从超梦里。他的黑客手段都很高明。那他的要么就是有人帮他弄的。如果你能弄到，而且不被发现，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起疑。你要尽量像平时一样放松。如果他自己跟我说生物芯片的事，我应该……可能也并不重要。只是可能吧，但他们都是太平洲来的。如果至少缩小了咱们寻找的范围。生物芯片，你从哪听说的？我应该……看来我得去太平洲扫听扫听了。进去录超梦，再回这儿来，我们付钱。你只管做这一件事，其他的跟你毫无关系，懂了吗？行了，该有的线索都有了。你觉得怎么样？看来艾弗琳一直没给我们交底儿。这还用你说？我要是早知道他惹上了什么事，气死我了。他本来只要录个超梦就行了，结果谋划了一场全城轰动的大劫案，还从他客人的眼皮底下偷走了芯片。你就是那会儿出现的，他雇了你给自己找了一堆事儿。
还把你卷进来了。这里还有另外一盘录像，你想看看吗？随便吧，现在说什么都不能让我吃惊了。他说的是什么语？不知道，既然是雾都邦，可能说的是海地土语。哎，对了，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装个自动翻译器。这时候你可以先调到电话的频段，听听另一边都说了些什么。等一下，马上就好。必须搞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也许很重要。好的吧，我刚找到了一个自动翻译包。自动翻译包应该能适配你的系统，我这就给你装上。Tu pourrais déjà aller? Oui, oui, allez. Vous taking as on mose to intelligence pose pour te bien. Ou pensez mademoiselle a fait un problème? Mose pas agi. En plus, c'est people mind you gay up new ever so you know. Fuck mon bon Dieu. Moi t'as même quoi même j'avais oh. Qui s'il veut en amener nous direct sous Alt. Vous voyez où vous voulez aller?啊，他们知道营守了。OK， 朱迪，我这边好了。明白，正在断开。我不明白，这事儿跟 Johnny 营守有什么关系？他都死了，不知道死了多久了。V， 你知道吗？记得我们偷的那个生物芯片吗？里面装的是Johnny营守的印记。印记？数字化人格，数字意识体。那个，能不能等我一分钟？我有点事儿要处理，脑袋里的事儿。当然。V， 别愣着了。这帮人他们找奥特干什么？我他妈怎么知道？你就一丁点都不知道？无论怎样，一切还是得着落在那个黑客身上，找到他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对芯片的了解和我想的一样，那么毫无疑问他就能帮我们。你不是说什么也帮不了我们吗？操，先找到那个搞黑客的再说行吗？等等，你知道怎么才能够联系上巫毒帮的人吗？好了，我得走了，那我去问问吧，打几个电话。好吧，那祝你好运，希望你不要有事。谢了，谢谢兄弟。不 ，V， 谢谢你，你是个好人。我操，被人发好人卡，玩个游戏又要被人骂，干嘛？操，我认识你吗？我的天哪，又说什么？
权利这样，听见了吗？你没有权利。求求你，别过来。玩游戏的话好像看让不让人玩，现在又有10000多块，但想买把狙买不到。先去找帕南玩一下，我们做完帕南的任务大概差不多就下播了，各位。我不不不不我te divierte mi sufrimiento perdóname por favor。上了吗？最近酒吧里都在谈论你，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佣兵，办事牢靠。正好我要人帮忙。OK。我需要个车手参加街头赛，到我的修车厂后，我再慢慢解释。你的修车厂在哪儿？在河谷区山谷那里，那地方很显眼，肯定能找到。好吧，那我尽量吧。如果到时候我不在，你就先等一下。我把兰生的事忙完就过去。OK， 到时见，德亮。好大雨，明天还播，播到剧情做完完结之后再说。走好久的城啊，子弹不多，那游戏挺有意思的，只是你们自己没从开头看，他人物塑造的特别好，剧情我也喜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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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博基尼我的，好吧。妈的，居然敢走！你要杀人，杀他们好了，别杀我。你要杀杀他们。昨天是我片面了，
一公里也太远了吧。四驱车就是四驱车，那么大雨还开那么快，像我那辆破迈凯伦后驱车，这么大雨根本就不敢动，他妈的！回来了。他妈这人是谁？玩你妈呢！哎，我还没说完呢。不是你怎么他妈就骂人呢？那先说到这吧。喂，你这儿卖什么的？武器，全恶土最好的。上个厕所，很快回来。上个厕所，上个厕所。
天上来。来来，哎，林雨来，上个厕所回来。拦截 Hillman 那件事，你想到办法了吗？有的，我的确想到了。看这里。OK， 跟我说说。我们相当于扳手，切割机是浮空车，至于螺丝刀就是浮空车落地后前锥吃土的位置。你特好奇这句话怎么执行吧？该不会他们有人呢？我的枪留着下次出场吧。这样的口径没法击穿这种重型单位的装甲，咱们得用其他办法。看，就是这老虎钳，它代表一座卫星能量发电站。卫星能量发电站，没错，我们要闯进去。嗯哼，目前都行得通。那然后呢？然后动手，用 EMP 把浮空车打下来。说得轻巧。一旦浮空车进入射程，我们就发射电磁脉冲，到时车上的电子仪器都会失灵。什么意思？引擎也会失灵？驱动、导航、通讯，所有的设备都会失灵。那么屌啊！引擎当然也包括在内。好，那就开工吧。好极了，上车，天太冷了。这电站是谁的？政府还是公司？有区别吗？政府不还是公司的牵线木？我就是好奇，咱们这是要砸谁家的玻璃 ？V， 看看四周，多明显呀！你能看到的东西都属于公司。你喜欢找公司的晦气？你脑袋里装的都是啥？好吧，这话我重说 ，Rogue、Nash， 还有乱刀会。你别找不痛快 ，V。你喜欢找所有人的晦气，那你就庆幸咱们现在是一伙的吧。可不是吗？咱们还是扯点别的吧。话说你运过最诡异的东西是什么？我先说，我以前运过一只超大的鬣蜥蜴。真的？活的吗？对，有人给他打了麻醉剂，放在冷藏箱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那趟活我搞砸了。你呢？你俩也挺能聊的。高加索的财政部副总监。哦，那咱们五五开。怎么开？塞在后备箱里。那是你赢了。我们就快到大坝了，先靠边。做完任务下播了啊，明天早上八点继续搞。用炮塔给你校准一下，你需要学会使用这把枪，这样能让咱们更有胜算一点。连接一下。我怎么连接？用个人连接吗？还能怎么连？插进去连上啊。你能不能别这么木头？接进去了。稍等一下，我先做个诊断。靠，怎么一直在报错呀？奇怪，你等我看看。瞧好了，潘念，瞧你来了，瞧瞧这鸟不生蛋的破地儿，干得漂亮。哎，我觉得这植物体有病毒，就是你脖子后面那个芯片。那不是病毒，就是个狗屁不如的恶意软件，习惯就好。我去你妈的，这芯片会影响校准吗？先试试看。 OK，不管那么多了。看见那堆垃圾了吗？冲他开一枪试试，校准的是我来负责。很好，下个目标你发命中。OK， 再来一发，原芯片。我太屌了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校准之后还不赖是吧？我就是想知道，要是遇到移动目标该怎么办？这把枪已经校准过了，系统也会给你提供支持。不过还是要……嘿，
你要是想做白日梦，那个发电站在哪里？你马上就能看见了。我知道个地方，那儿的视野会非常好。你们觉得我这波会能不能一波过？破坏公司的电站，劫持公司的运输车，绑架公司的药品。你要作诗吗？说这么多排比句干嘛？知道吗？你让我想起自己了，50年前的自己。就是没我帅，干妞的家伙事儿也小了点。嗯，或许我们两个能合得来。也许是有关系，我们经历的都会有影响。其实我们没什么两样，你等着瞧吧。可能是反过来的，是你越来越像我了也说不定。怎么可能？看着一切正常，这里好像没人管，没发现巡逻队。那个大家伙是收集单元，看见那些天线了吗？每根天线都能接收轨道卫星发送的微波能量，然后再把能量转化为电力。哼，天线一路插到了洲际公路。哇，好真啊，这环境。再好不过了，因为天线彼此相连，所以我们只要你们掩盖掉这个字幕，随后每个天线还有一些 UI。你觉得下面是不是跟真的一样？脉冲，浮空车就会像撞进蜘蛛网的小苍蝇，束手就擒。懂了，开始吧。到达发电站后，我去给引爆器安引线，你去负责让系统过载。让系统过载，遵命，长官。我什么时候动手？还有，这工序应该不复杂，对吧？不复杂，把所有数值调高，很快就爆表了。全部拧到头。懂了。现在呢？我们在这等，根据浮空车的飞行计划算准下手的时机。明白。很好，开始行动吧。你以前干过这种活吗？击落浮空车？就我自己吗？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这个计划很厉害。EMP 系统网络，你这计划可以说是相当周密了。谢谢。关键就在于如何达成目标。我用的是3A 标准。什么3A？评估、整合、行动。无论什么任务都从这三方面入手。一开始你要评估目前手头的信息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制定计划时要随时考虑这些变数，利用已有优势补足缺陷，整合各项因素，搞定人员，最后行动。就这么简单。我看得给这词儿硬件文化衫。3A 带你走向美好生活，偶尔还得加杯冰啤酒。要是突然掉链子了怎么办？那就得靠你的临场发挥了。你难道真以为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成功秘诀吗？你这真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我操，还有歇后语。你说话真不中听。到了，最后确认，我们闯进去，黑掉系统，然后立马他妈闪人。抓好了 V， 待会儿可能会有点颠，做好准备。OK， 我准备好了。无人机，我来搞定他们。那是赶紧，别让鬼打中了。这就可以了。嗯，那咱们抓紧时间。职业选手啊，他是。去找控制器，我来连接引爆器，快 ，V。Thank you.
气。啊！我操 ！Panem， 这次是不是玩的太大了？你不会死的。看见没？全着了，亮得像棵圣诞树。你这计划真牛逼。可不是，赶紧离开这儿，省得把我们也给炸了。B， 快他妈出来！新配会出问题的。谢谢你提醒，我本来还想去野餐来着，或者去沙滩躺会儿。都严肃点，当心下一个有可能。Johnny， 操他妈的！你快他妈滚出来！虽说不是最干净利落的一票，但也还顺利。引爆器怎么样？它爆炸了吗？爆炸了，而且信号一点没有减弱。我们得赶紧开远点，免得电磁脉冲把我们也炸了。那个悬崖，我们去那儿布置吧，在那儿能清楚地看到天线，接下来等着就行了。OK。哎，我还没，哎呀，能升级，我忘记升级了，不好意思。扒的跟真的似的，总想亲手按个核按钮啥的，现在机会来了。什么时候动手？别担心，我在这盯着呢。你等我信号就好了，然后发射脉冲，他们保准反应不过来。哦，差点忘了。怎么？这座康陶资产价值好几百万欧元，而我们就要把它炸上天了。你有什么感想吗？哎，厉害！太牛逼了。你这主意还真他妈管用，我就等着听你说这句话呢。我刚发现啊，好安静啊，城市的轰鸣，人声的嘈杂，还有气味都消失了。风虽然很凶，但这种宁静真是久违了。嗯，味道嘛还是有的，好像是土狼的味道，闻不到都难。我还以为是你爱这里的空气清新剂呢。去你妈的，你还是先专心应付浮空车吧，把眼睛瞪大点。车来了，太平洲方向。好了，做好准备，再等等，稳住，动手。嘣，上天吧！操，怎么回事？狗日的，真是你妈可以！打中了！派内，浮空车的引擎没有失灵。操，他们要跑了！他们往哪儿跑？赶紧啊，去追他们！你别着急。派内，你在干什么？我操！太他妈屌了！干得真漂亮！看，他正在下降。咱们击中他了，赶紧过去。我们成功了！来了这么一下，他想飞也飞不了了。要么着陆，要么坠毁了。你看到了？看到了，浮空车没有标识，正在下降。Leech， 蝎子，他们怎么他妈的来了？这个发电机，你先跟上去，我马上就来。Leech， 蝎子，我是潘亮，别靠近浮空车。我重复。不要靠近浮空车！我快到了，看来不用等你了，我先开始。是康桃，先等我过来，要么你他妈的别过去！他们可能是想去帮幸存者，不知道那是公司的车队，外出有干扰，听不见我说话。操！侦测到三个飞行物。无人机。对，做好准备。他们想拖住我们，没门，我们要赶到密室和先生那里。
太他妈难打了。开门，出问题了，枪失灵了，可能又他妈卡壳了，我来处理。坐稳了，也自动驾驶。又他妈犯病，狗屎，他们的人追上来了。开门，我知道，这他妈的开关怎么打不开呀？等一下，开门，没事，我不要紧。 OK， 能停一会儿，现在还能撑得住。那我就现在搞定。小山后面，至少这事不用担心。操！海南，你没事吧？操他妈的混蛋！你自己能处理吗？当然，死不了，别担心。哎，兄弟，你在哪儿呢？哎，茄子，用公共频道呼叫，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操！有点不对劲，你听见枪声了？喂，他们出事了！咱们过去看看。我看到残骸了。现场没有蝎子或蜜纸，出去吧。好像过期了，谁他妈变的？打个针好像过期了。连接无人机，扫描这片地区，一定要找到人。我们走，你还连着视觉信号吗？嗯。V。要是他们抓了奥德卡德斯，抓了蜜纸和蝎子，我不能，我不。没事的，没事的，连接上了，我来操控吧。东西少了，他们是奥德卡多斯，对，他们死了，都死了。Mitch， 他还活着，他们被抓了。是奥德卡多斯，对，他们死了，都死了。你如果他们……你先别着急，现在还不能确定。把射击架起来了，离太近的话，我们会被炸碎的。就不能把它弄下来吗？可能行吧，但我们要先赶过去。找不到啊！确定看到 Mitch， 那蝎子也可能被抓了，我们会找到他们并救出他们。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都活着呢，一切都会没事的。你注意点那发射器，只要靠近它就会把我们炸烂。
我们这么办，你待在车里。不，我话别说这么快，我和你一起去，那些都是我的人。海南，我不想打击你，但你受伤了，你在车里等，发射器的事放心交给我。我，好吧，那我来掩护你。Mitch 的步枪在我这儿。好主意，那行动吧。就这么办吧。咱们废了他们。直接开干。不跟你多逼逼。妈的，有单狙。什么东西一直蒙我。操！解决这个炮台，操！清理完毕，我来找你。我靠，这把狙舒服呀！这把狙有点猛啊，兄弟。退后，扔掉武器，要不我开枪了。我再说一遍，
放下你的武器！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敢……你没事吧？一点皮外伤。你们这帮傻瓜！你中弹了，前肢中了一刀，这就给你报答。我们走吧。当时来不及撤退，潘南。他们迅速重整，朝我们就一顿狂轰滥炸。所有人都死了，所有人，那蝎子呢？他也死了。Mitch， 他没事吧？安南，抱歉，我没来得及救他。不，不，你确定吗？不，他。蝎子还有其他人，真的很抱歉，我们来晚了。他们都是好人，很好的人，不应该把命丢在这里。我应该拦住他的。我拦了，不过就算你再也没有用，这家伙一直就不听劝。固执的王八蛋！我猜你既然来了，应该是为了浮空车。问题是为什么？我要找的是浮空车里的人，你知道吗？你看见他了吗？对，他们带着他开我们的车走了。哪边？往西边去了，随行的只有少量的护卫，一个小队。他们肯定在想办法联系基地，所以用 EMP 发动袭击的是你们。对，本来想提醒你们，但是联系不上。既然他们劫了你的车，或许可以跟着痕迹走。Panam， 我知道现在提这件事不太合适，但我必须找到 Hillman， 你答应过要帮我，这话还算数吗？我向来言出必行 ，Mitch， 我不会放过那群混蛋。I promise， 我保证。去吧，我一会儿喊人来，把这里收拾收拾。车就留在这里，以防万一。用那把枪时小心，他总卡壳。我们骑摩托去。这想法可以。浮空车失联，康陶可能会派人来找。我们要快，但是派内，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好吗？我保证。趁他们的援兵还没到，我们赶紧走吧。对了，你还留在这里，真的就只是单纯为了复仇吗？有关系吗？我想抓住杀我朋友的混蛋，我也想和你交个朋友。再说，没有我，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哼，在理，谢谢了。我们会摧毁他们，所有人。对了，话说。那是那件事之后吧，我不觉得。听我说，我没忘记，我永远不会忘。但是，你真是个十足的混蛋。但是你看我 ，Mitch 能活着，多亏了你。这一点，我也会一直记着，永远。另外，我也答应过你会找到黑妖们，我们能做到的。我们走，希望他们没跑远。先追再说，这里有轮胎印，我们跟上去。我们的人也来过，发现，跟上去，找到他们。好了，搞定。蝎子说我会记恨一夜之仇。他这么了解你吗？可能比我自己还了解。他说。收购了这座城市，我们就囤点罐头，装上几瓶咖啡和威士忌，然后上路。啊，他是怎么开摩托车的？这就能甩掉一切。这 bug 也太屌了吧！是啊，但他死了。原力觉醒啊，这车是。这都他妈什么破事！哎，我明白，但你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去守护。下车，上车，来。是啊。赛博 bug， 到处是水泥和废铁。要是他们联系过增援，这现场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当心，车后面藏着狙击手。
跑道上留了几个人，吉宇和黑妖们走了。换我也会这样，直接开车走了，还干掉他们。混球，这是听我朋友话。希望 Mitch 联系上奥德卡德斯了。妈的，干扰这么严重。他们会找到他的，别担心。知道吗？所以你说设刚才的那种，这就是我的人生。剧情点有什么用啊？这些残影都通向山上的某个旧加油站。我敢打赌，黑妖们就关在那里。掩护你，无人机巡逻队，他们肯定来过这儿。我知道黑奥曼应该也被关在某处。对，你看刘凤还能干了。那帮狗杂碎可能已经呼叫接应了，过去看看就知道明天再把这张完了吧，太累了，玩了一天了，太累了。去查鬼房，今天说好查小随西的房子，啊，全都在玩赛博朋克。上面还有个嘴唇子，哎，哇，太累了，播了一天了。来自啊，凡尔赛的灵魂拷问，哦，隐身的大佬啊，40多集啊，我就想看他们。谢谢，感谢打火机的飞机，终于居然嫖人加微信，他给你发什么？终于推上了，哎，我就想看他跳。他是不是下班了就给你发消息？你们俩就开始勾兑了，嗯？他对你做什么？他在上海。不丑。呀，谢谢菲菲的火箭。哦，上海啊！我要开始运动起来。其实他是卖背包的。哦。我还以为那些小妖精，真是的，又勾引你。外面怎么那么多小妖精啊？我也觉得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黄呢，但是我不可能去还去换个给别人换个灯呀，真的成本有点高。要不要跳椅子舞？想看椅子舞还是想看什么？想看椅子舞。帮大哥回答一下，椅子舞可以。真的吗？好像没有空。看他跳过那我就下播了。光跳真的吗？好像没有空。那我一会儿挂你直播间看一下。老色批啊，我最喜欢看跳舞的，真的。大哥真好狠啊！我叫我帮他推一下背包商的微信。哦，他卖背包的，他推微信干什么？去上个厕所，等会。好的，好的，你去吧。这边大哥太狠了，我就一点渣渣，拿个火箭打人一下，打得头疼。哦，哎，但是你的背包卖完了没有？嗯，你的背包卖完了没得？嗯，
我真的很黄吗？欢迎大叔。我真的很黄吗？你输给了一只椅子吗？是的呢，我好惨。静静，今晚大哥都不在，没事，有老公就行了。我真的很黄吗？但是我这个灯我真的我就不想去换。黄种人为啥不黄？因为对面的椅子姐姐说我有点黄，她说我就可能是灯的原因。老公们吧，老公还没出，只有71，今年年度没打起来，价格涨不起来。71啊，不是75吗？晚上，哇，那么大力气，你把沙发抬起来了。对面小姐姐可太顶了，真的，这沙发都抬起来了。你误会了，她是说你人黄，我就是说我人黄嘛。我知道啊，静静，我知道。看跳舞、啊？怎么啦，呱呱？谢谢无敌。咋啦，呱？魔法王冠。是不是看到我有点惨？这不被他打死了？那不是吗，呱？跳舞呀。都不用你去打我。多少？都不用你打我的，人家大哥知道打我。哎，时间到了。哥，我们是说你搞，他说你搞黄色。我就搞你，我才不搞黄色。黄色什么东西我不喜欢，我喜欢搞你。我哪有欠你舞啊？昨天跳了两个舞啊。没事，欠大叔。欠你舞啊？你说大哥说欠多少就直播间了，是不是进我直播间了来着？飞一会儿跟大哥安排上就行。大哥看高兴了，一会儿超过就来了。我跟你说，小心。还行，一会儿。你要先看椅子舞吗？还是看那种？来吧，不给钱，就不行的。那种 DJ 摇的那种。抠皮，你这个抠皮，你个瓜娃子，你真的是抠皮抠皮抠皮。我直播间跳。爬开。我先找一个歌。你别再忘了说正事，说啥子事？静静，你这个老色批。哎，你们是一起的吗？好，非常好。啊，惩罚是什么，宝贝儿？不惩罚了，忘了。好，那我走啊。好的。好嘛，下播了各位，明天早上8点钟见。好。把鸡养分。帮你多少级了？江哥才玩到这儿。好了，我们走。人的脸比你长一些，边缘压迫到你的视神经了。别担心，你的眼睛会适应的。早早晚晚的事儿。林北才玩到这儿。明天8点钟再见了，好吧？好，播了13个小时了，累了，拜拜。